哎呀，又迟到了，赶紧跑啊！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6月28号，今天是礼拜三。礼拜三本来是休息，结果呢要上课，上课，上课。今天是9:10，我操，还有20分钟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赶到。上课第二天就迟到了。然后昨天呢，他布置了一个课后作业，我就随便做一做，结果做完之后才发现，就是答案，就是说作业发给那个老师之后，才发现我的这个作业错误百出啊！哎呀，没办法，他妈的，这个就看了几分钟，我操，都没看完，都不知道大概意思。我想的就是这个题目，就是这个内容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结果呢，真不是我。哎，这修路是吗？我天！哎呀，不要修路啊！我要去上课呀！现在九点十二分了，我操！这妈一下就过了2分钟了嘛，现在。哎呀，然后今天上课的第二天，今天是第二天上课。哎呀，不知道今天会整点啥，我操！反正上呗。说一个昨天没有说的小细节啊，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中国人会搞关系，会来事儿是吧？我跟你讲，老外也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昨天那个3个小时中间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时间是吧？有一个来自中南美吧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，反正就是中南美的一个小姐姐是吧？哎，她那个休息的时候去买零食，买零食回来的时候呢，就给这个老师带了一包，你看看呗，都会来事儿啊，对吧？那个老师嘴巴里面，哎呀，不用那么客气，然后呢，手就接下来了，然后呢，还打开了要吃一个什么什么零食，吃一个什么东西，哎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是人性啊，是共通的，不管他妈的是不是，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一样的，都喜欢这种，对吧？捧着你的是吧？买东西给你吃的是吧？都喜欢这样的学生，都喜欢这样的人，对吧？一样的道理。反观剩下的那些中国学生啊，比较因为第一天嘛，比较生涩啊，这个技能还没用上，我就不知道今后的日子里会不会有这样的学生，我估计是会有。哎呀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的细节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一样的，老师这个职业来说是吧？讲不完拖堂，这点昨天讲了是吧？然后呢，也喜欢接受一些同学的小礼物，你不能送太夸张的东西，太贵重的东西，一点小零食啊，一点小吃的呀，你应该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呢，对你的印象会大大加分，是吧？啊，你是谁谁谁，人家一说就知道。你像我们那种默默在后排飘着，是吧？平常也不发言，我操，平常也不干嘛的。然后呢，对不对？老师呢，看到你，即使知道你的名字，可能也要反应个1秒2秒钟啊，这个人叫谁谁谁，他不会那么熟，知道吧？不会那么熟，就是比较边缘的那种，哎。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这个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啊，都会有这种正态分布的一个，知道吧？就是那种纵向的正态分布，就是有受领导欢迎的，也有受有受不欢迎的。哎，今天走高速吧，他们要迟到了，我的窗户没关上是吧？哎呀，今天要迟到了，今天走高速吧，走高速也要迟到了，哎，他奶奶，因为我停车场走到教室要走5-6分钟呢，现在到那儿就9:30了，走5-6分钟。今天准备编一个理由，说交通堵塞，看那个老师信不信。他说交通堵塞，我也住在长岛啊。他说我来的时候都没交通堵塞，你来的时候交通堵塞了。哎呀，不要说老师，不要说老师信不信了，连我自己都不信。你看前面一样特斯拉，哎呦我这现在特斯拉真多呀！你看没有，高速路上也是堵的一批啊！我操，高速路上也是堵的一批啊！我操，哎，这个灯怎么不亮啊？关键的灯不亮了。高速路上也，我操，这个大车，这个，哎呀我去！这大车也堵了一屁啊！哎，我就顺着道溜就行了，我也不加速，我也不抢，反正也就是个开一个300多就要下高速，就要转高速了。这是走哪儿啊？我看这个是走到北方大道了吗？操！哎呀，这口子不好过呀，这口子不好过呀，下回要早点了。哎，之前吧，10点钟上班的时候呢，咱们就7:30起来，也经常迟到。现在9:30上课了。那7:30肯定不够了，7:30、8:30就会满编，2个小时不够，知道吧？那个要7点起来上，7点起来，从明天开始就7点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叫什么 ？Joseph， 慢慢开吧，我操，这他妈的堵在路上了。按理说9、10点钟应该就不忙了，因为早高峰就快过去了，所以说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啊。昨天我旁边不是还坐了一个小伙吗？我问他，我说你这个是不是400块钱的课呀？他说对，他说他一来的时候看他班上啊全是女生，他以为走错教室了。我说我进来的时候也一样，我看过他怎么全是女生啊？4/3全部都是女生。你看现在女生卷得多厉害是吧？连上学都卷。哎，你看没有？昨天一个学生400块，20多个学生就将近
9000块钱了，是吧？我操！你说这个老师如果和这个学校对半分的话，对半分的话，差不多也能拿到这短短的暑假一个月，也差不多能拿到4000多块钱了。啊，也不错了，是吧？也不错了，4000多确实也不算多，但是对老师来说还可以。毕竟暑假嘛，暑假的话，就是他一个班3个小时就一个月就4000多。如果他下午再上一个班，或者是说他一个礼拜上个6天或者是几天的，是吧？他一个月这也不少挣的，万把块钱也是能到手的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老师这个职业收入还行，但是，哎呀，就是你得投入不少的精力，你得会打哈哈，你得会不要太尴尬，是吧？你得掌握这个节奏才行，不掌握节奏也不行。哎呀，你像我之前那朋友是吧，本来也是上了2个来月，基本上也不上。这个东西我们有待观察啊，就是按照我以往的经验，这个课呀，第一天啊人数是最多的，也是最满的。然后呢，慢慢上的这人那就没了，跑了啊，有可能上完半年之后呢，上完一个月之后呢，有可能就剩那么几个人啊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不好说，为什么呢？之前上的这种是不要钱的，是吧？那免费的语言班，所以呢，学生都没有压力，是吧？他。又不用自己花钱，对吧？就想上就上，不想上就不上了。但是这个班吧就不太一样，他是这学生都花钱的，一个个好几百块钱，是吧？这个不上吧，这钱不打水漂了嘛，是吧？上的话，那对吧？我估计呢，这个班呢，很大可能是人应该是会上的，因为大家都花钱了，是吧？大家都花钱了。啊，我们5年，卖，这个减震没有了，我操，这堵的都不行了，我操。这口子要往右拐上去之后，然后紧接着就要往左拐。哎呀，我要知道了，再加把油吧，现在都开到55了，再加速就不太好。哎呦，这他妈的，没看到路，吓我一跳。哎呀，收拾心，当然今天可能昨天有一个课堂的作业，有一个课后的作业，好像都没有写的特别好。然后我今天估计老师要笑话我，但是估计也不会太笑吧，因为我年纪摆在这儿呢，是吧？这么大年纪你再笑一笑，我一个激动大崩，受不了的吧。不至于。现在我是这样啊，我把这个去上学的视频和上学回来的视频呢，我都放在一个视频里面，稍微有点长，但是呢，我稍微加速。至于学校里面的，我就不拍了，是吧？毕竟，牵扯到这么多人的，是吧？这么的隐私，你说我就不拍了。哎呀，我看一下，我想看，这个路口也不是特别好走。这个口子是在这边啊，对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边有个 Burger King 啊，这边有个 Burger King， 灯差不多现在开了几分钟了，哎呀我操，我还要停车，对，我提前把我的那个卡给拿出来吧，到时候别一下子，啥意思？一次2块钱，啊，让我走吧，哎呦我操，这傻逼车插队了，我操，你知不知道你插队了？看着你的车满身伤痕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他的那个车牌号码很牛逼啊，98888，我操！等，这种好号码呀，不是特别好，它都是看样子都是随机的，它不是那种挑的。哎呀，能够随机到这么好的号码也算是不错了，是吧？88888，如果是随机到4个8或者4个6的话，那确实是运气好到爆棚了。今天有休息啊，先休息。对，我今天下课就不用太赶了，我可以很悠闲的下课了。休息待会儿干嘛去呢？去超市买东西吧。今天我炖好了肉，回去就有肉吃了，我操，好爽啊！然后我们这个是从这儿拐，拐了，赶紧的，我要迟到了，我要加油了，我操！我操，哎，这哥们怎么不需要这个停，不需要打卡就进去了，我操，太牛逼了！哎呀，我操，你不要掉下来哦！好了，我们还是停在这个老地方吧，还是怎么着？停在这个桥底下，有这个阴凉的地方，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可以啊。哎，我们停在桥底下，不用晒太阳，哎，完美。好了，先到这儿，拜拜。Hello， 哎，是不是这样的视频那个放在一块，是不是感觉那个我瞬间就到了中午的12点？现在是12点36分，课上完了啊，紧赶慢赶，总算是迟到了几分钟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种普通的这种简单的班级啊，就是老师们一般要求也不会太高，所以说你迟到的我。你迟到一会儿没有很大问题。你像班上有一个女生，她基本上迟到了快1/3节课了，就迟到了1个多小时了。啊，人家老师让她进来，就这无所谓了，是吧？然后我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我的导航，上高速是吧？上高速也要开20分钟才能到。然后今天刚开始1个半小时啊，头都是晕的，
都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反正就是做什么反应都很慢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感觉不对劲，就是有点你不给我一点文字的东西吧，我就有点心里没着没落的那种感觉啊。今天发了很多，发了将近三四份他打印出来的那些，你可以说是课本，也可以说是文章啊，反正就是一些也有一些题目在里面。啊，今天学了一些这个什么玩意儿，这个介词短语，介词还有一些什么，反正一些这个怎么回答问题，比如说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的格式啊，反正差不多就这些东西啊，中间也就穿插了一些这个词汇啊，这些讲解。哎，你说有没有用吧，也不能说没有用，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呢得日积月累啊，没有那么快速，反正就得你就是你去多做准备，多去这个看这些东西，你不多看都不行。哎呀，今天班上好像少了一个人，我前面那个人没有来。哎呀，他没有，我来之前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！我说这个就是会少，万万会少人，400块钱的课也敢少？哎，你好歹迟到一下，也来也不亏啊。然后那个什么什么，我看导航啊，这是从哪儿从那边上去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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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是得让他没有 stop sign， 你知道吗？不让他这个东西就不好整。哎呀，但是你不能就这么无限循环的让下去啊，你总得让我走啊，是吧？哎，总得让我走啊，不让我走算咋回事？然后这条路是往哪边走？这边上高速还一下子就走，红灯，我拍到你了，哎呀，妈的，我今天想到一个什么事来着，我忘记了，想到一个什么事来着？待会儿去超市买东西。哎呦，买不知道买什么东西，回去吃个饭，我这肉已经炖好了。要不要买点豆角吧？这东西吧，我只会炒，我不会炖，我不知道炖出来是什么样的。我不知道炖豆角炖的时间长了它能不能吃，或者是它有没有毒性，反正毒性肯定是没有了，就是会不会导致这锅汤烂掉，这个就是我不太懂的地方。因为我用的是慢炖锅，一炖吧都是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起，所以呢就不知道这个放豆角进去到底好还是不好。好像是往这边，从这边往那边走。车走快点，我应该是往这边下去。我操，这个地方，哎呀，走高速，中高速20分钟，这边还有个会车道，我看没有车，赶紧出来！加油门啊！我操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，你看还踩刹车，你傻吗？还是要往右边。哎，我他妈傻逼了！我也是要往右边，他娘的！我们两辆车干同样的傻事儿。我记得这是双车道的，怎么变单车道了？我操，邪门了！我现在要去左边，这边往左边走。经常就是这条路会走错。这边停了一水的垃圾车。昨天晚上，哎我操！我想昨天晚上我六点坐到6:306:40，然后去买了点东西。然后回来做饭也没怎么休息啊，这不觉得就快8点了，我都不知道那一个小时就怎么过去的，知道吧？我大概七点钟到做饭吃饭，吃完了之后呢，快八点多了，准确来说8点多了。那我看一下，我操，还做不做单子了？结果呢，8点多打开系统，做了一单两单之后呢，然后那个做了一单两单之后，然后就快9点了，9点也没啥单子了，我就不做了，不做我就昨天就早就睡了，昨天差不多也将近11-12点睡了。开船一样在这儿。哎呀，你说这一天，第二天就结束了。你看这高速路上堵的就不行了。现在还有十几分钟。哎，昨天想了一个什么事来着，忘记了。哎呀，这样的话，一上课一上班，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做 Uber 了。这样收入大减呐！这个月、这个礼拜、这个月的7月份。的收入大减啊，没有办法呀。今天今天算多云，还出了太阳。现在温度呢，车里面是29度，手机上显示的是27度。这几天是真的是差不多夏天到了。哎呀。前几天是下雨潮湿闷热，这几天这温度整个就上来了，基本上都是在27-28度以上的，所以房间里面还是相当冷啊，相当热呀，说错了。回去吃个饭，
是吧？哎，看看下午有什么安排。8点多了，天色已经暗了。昨天也是阴天嘛，天色太暗了，所以没有拍。昨天本来要上传视频的，结果呢，那网络又不行，我操，那一个半小时。前天传了2个多小时，昨天也传了将近1个半多小时。哎呀，实在是传的困得不行了，困得不行就拜拜，不整了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个班上啊，有几个是那个东欧的啊，东欧某国，我就不讲名字了啊，东欧某国，哎，就是这。去年今年来了很多嘛，是吧？来这上课。哎呀，你说他们的生活吧，也不用工作，是吧？没事上上学，去做个瑜伽，是吧？哎，反正一点事儿没有，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负担，好爽啊！好爽！等不像咱们，我操，他妈的苦逼哈拉的，这。哎呀，说今天其实是没有拖堂的，25就差不多要下课了。然后呢，我在磨磨蹭蹭的写最后一点那个段落，没有写完，写一个同学，我的同学，然后呢叫什么呀？多大了呀？住哪儿啊？和谁住啊？然后有什么？为什么要学英文呢？然后平常有空的时候都干什么呀？就类似于这些东西，就是他分两个人，每两个人分成了一个小组，然后就这样搭着这样走。他。我刚开始以为把我和一个女的分在一起，谁知道和一个阿米哥分在一起，他妈！哎呀，上班一个阿米哥，学习又来一个阿米哥，看来咱就跟阿米哥有缘是吧？噔噔噔噔，没办法，他。今天我们去超市买东西，我们现在去超市买东西吧？哎，不对啊，我们现在去超市买东西干啥？对，我们去超市买东西。啦啦啦啦，不买东西不行啊！我操，没有吃的了。来，最近买点土豆，我买点玉米，咱炖着吃呗，啊，炖着吃就行了。估计会讲一些副词啊，乱七八糟的。到时候呢，估计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些讲完了，基本上要上有难度的了。这个可能是一点开胃菜，是吧？一点开胃菜。我操，这他妈的！哎呦，我感觉我漂移在后面跟着一辆什么鬼车，玛莎拉蒂、千里马，我操，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又回来了，上完课。他。昨天看那个视频嘛，哇，这个感觉要求并不是特别高，也没有说要求你讲的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差不多把题目跟他讲就完事儿。他交作业也不改，我操，对吧？怎么给你一个分数啊？也没有。哎呀，然后呢，上课那些很多填空题，他不止一个答案的，懂意思吧？他没有说这是唯一的答案，你就得这么填。他只是说这是最适合的答案，或者说有2-3个答案都可以，你都可以填。哇，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教学或者这种方式吧，怎么形容呢？就是。就是没有唯一答案，大家的他调动就是大家的参与感啊，大家都参与来，大家都讲几个答案，没有哪个答案是唯一的啊，可能有最好的，比如说我讲了一个词，老师还你不能理解，然后呢他又要我解释为什么你用这个词，我说啊你可以，我说在某某的地方它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东西，然后那个老师呢也没说你对也没说你错，知道吧？他说哦 maybe 这个东西，反正呢也不会感觉特别忽视你的答案，也没有感觉呢就是说。就是说讲不对呀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也没有感觉讲，反正就是都可以，反正你有兴趣说哦。我讲个事儿，就是上课呀、啊，发言的时候啊，基本上都是这些东欧的、东南美的在发言，在提问。像那个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什么事儿？就是我就是这个人数上我要道歉啊。中国人亚洲人可以说99%都是中国人，占这个班的一半啊，1/3多，1/2啊、差不多1/2吧。今天没有来一个，就算是1/2了。一半的中国人呢，我的天，一半的亚洲人，然后呢，上课一提问一发言一表达问题，基本上中国人都不说话。你像我平常叨逼叨，一到课堂上也他妈哑巴了，也都一个屁都不敢放了。哎，除非是我会的，我可能就是说会会
会讲到一点，那些我不会的，或者是我那个，比如说发音呐、啊，或者是一些拼读啊，我不会的，我就不敢讲了。比如说很多单词，我像一下子突然就忘记了，像 Queens 也忘记了，还有什么 Sucker 也忘记了，我操，都不怎么拼了。还有一些什么一些这个名字啊，这个地名啊，我操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单词怎么拼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在这里，哎呀，就不敢讲了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嘿嘿，真有意思啊！明天这个礼拜最后一节课，看看讲了啥了。这他妈的，这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好像感觉也没学到啥，感觉又学到啥了。可能最后还要一个考试，如果这次考试考不好了，那完蛋了，那就没有，就没得上了，没得上了。哎呀，没得上杰夫啊！我操，人家叫没得为杰夫，咱们叫没得上杰夫。OK 了，我们到超市了，咱们去买点东西。先到这吧，拜拜拜拜。这个，我要。天哪，走这儿吧，走这儿吧。好，就到这儿。